今日試整呢個煙燻雞翼，點解唔試全隻雞呢？因為第一次整咧，用雞翼試下先。只雞翼咧，我會用豉油底嘅嚇。咁煙燻嗰度咧就用保里茶葉，揾唔到茶葉咧就揾到兩個茶包，得唔得咧？唔知嘅，因為試下啫嘛。嚇，咁煙燻啊要加啲砂糖。咁另外咧，有啲人加米或者加飯，一陣間睇下揾唔揾到飯先。嚇，咁首先啲雞翼要解一凍佢先。咁咧解完凍，洗乾淨，揸乾水，咁啊俾翻個底味佢。咁我依個煙燻雞翼咧，都係豉油做底味嘅，豉油做底味，豉油加啲色俾佢，啊老抽，加少少糖，你中意加其他？姜啊、蒜啊、葱啊都得嘅，我就唔加，因為我想睇下煙燻咗之後咧，嗰個味出唔出？如果你太多其他味咧，我驚佢唔出。好，咁啊醃翻去一個鐘頭到啦，中意醃耐啲得嘅，不過都係嗰句啊，我一陣間食飯噶嘛。啲雞翼都醃咗成個鐘頭啊，揾嚿姜。揾少少水啊，先煮咗啲雞翼先。呢啲汁都可以落埋落去。咁煮幾耐咧？就煮到佢熟為止。啊，每個人嘅煮法唔同啊，有啲人誒煮兩分鐘咪焗佢啊。如果你一大煲咁樣焗咧，就得嘅滷水雞翼。咁咁少水咧焗啊，唔係好穩陣啊，未必煮得熟。我的經驗咧，我個爐火咧就要滾佢四分鐘起碼，我一於就煮佢四分半鐘。好，四分鐘熄火，四分鐘就應該熟噶啦。如果你話要滑捋捋咧，就可能自己要調校下啦。啊！依只雞翼都偏細嘅，如果大隻啲咧就，可能裏邊骨未熟，原則上就好似滷水雞翼咁嘅啫。跟住咧就搞依個煙燻嗰、那個底啊，我都係跟人嘅，有啲人落啲飯，有啲人落米，有啲人落麵粉。我茶包就一個唔知夠唔夠可能夠啦。先夠兩個啦，還定開咗啦。落啲糖。你話份量係點樣？冇乜份量啊！呢啲嘢，撈勻佢有啲色水嘅啫拉屎係熱到佢出煙，有咩份量啫？又唔係攞佢啲味，攞佢啲煙啫嘛。問題就係你話保里啊，定係香片啊，定係咩？自己試下啦嚇。啊，跟住就簡單啦，即係落只鍋度，穩定個格。咁你話用呢啲咁嘅鍋，仲使唔使加石子咧？我可能唔使都未頂嘅，因為啲靚鍋就要啫，呢啲鍋。任曬唔嬲嘅，其實可能唔使。跟住咧就開火，燒到佢出煙。咁咧落少少水啦。發覺嗰度開始窿窿地啊，開始啊。跟住就唔好教咁大啦，嚇，教翻個中細火，嚇，有煙出就冚住。教個細火，咁而家冇嘢好做嘅，睇住啲煙做人啦嚇。其實我覺得咧，燒到咁上下就可以熄火嘅，啊，因為啲雞翼已經熟嘅，你攞佢啲煙啫，你焗住喺度咧，啲煙就唔會散嘅，好似火燭咁樣，你
你困喺度咧，啲煙啊焗住嘅，無端端唔會散，除非你開窗嘅啫嚇。咁啊，焗翻佢10至15分鐘到啦。其實真係有啲煙味，真係好冇味嘅啦。好啦，都成10分鐘啦，開嚟睇下先。聞落去一般啦，啲味啊，食落去又唔知點啊，係啊，揾阿娘親試下先，佢食先，唔好食，我都會食嘅。又到試食時間，大家又話唔見阿娘親好耐，又話掛住佢，又話剩啊，阿娘親打個招呼啊，你好，嗱我又食，睇下雞翼嚇如何，色水好靚，清啊。即是不是即是怎樣又不是說鹹那種味道有沒有吃到特別的味道先有啊不過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味道覺得很清的嘛阿爹又吃狗喂夾狗給你爽不會多爽就因為雞翼煮得剛剛好正啊我吃就剛好我怕你們嫌淡而已阿爹吃不吃到什麼味道啊跟平時的雞翼是不同不過我不知道它什麼味道總之它就是一種味道不同的不同豉油雞翼那些不同好像有一種特別的香味煙燻雞翼剛才你看到的煙霧彌漫就是因為煙燻用這個保里茶葉來煙燻我不怪得為什麼那麼清的好像是吃了很好好好似好清，即係冇豉油味又睇你好似豉油味啊嘛，嗱食唔到豉油味啊，係另外一種味道啊，我未食過呢種嘅。咁而家話咗俾你聽，你覺唔覺得係有啲煙味啊？唔覺有煙食煙肉啊嘛味，覺得係好清啊，即係好似唔漏啊，即係你話好似唔會話覺得食肉啊好漏啊嘛，應該佢唔係啊，另外一種。係咩？咁緊要啊？好特別喎！呢都係一種香味，香味即係話香薰咁樣，好似燃住香薰爐。係啊，好似拜神點香咁啊！唔係嗰啲香味，呢啲可以食好多隻都得喎。我平時一隻雞係整多兩隻，我都試下先。因為好似冇種肥肥味嗰啲感覺啊！真係多一陣。不知道是不是保里茶味呢總之多一陣味呢學阿娘親話齋呢就偏淡口落少少鹽落去醃可能好啲不過都唔緊要其實可以倒埋嗰啲豉油出嚟點呀喂你汁都冇味呀淡呀你汁一都冇味你唔俾啲你幾粒鹽吊下呢係唔上味呀啲鹽呀吊起味同平時啲雞翼真係唔同食法有種好特色大家都可以試一下至於個底味大家喜歡豉油又好鹽又好自己想想我純粹想試一下這個煙燻的感覺我覺得呢吃好過聞聞呢好像煲東西我們煮飯的人很敏感對那種味道